今天是世界卫生日，那么正在中国空间站里的神舟十七号乘组的航天员们，他们是如何在太空里搞卫生的呢？接下来咱们就一块来看一看。画面当中，航天员在利用免冲洗头罩来洗头，他们理发呢，用的是集理发和吸尘功能于一体的理发神器。这样一来，不仅能够在太空当中保持一个清爽的发型，同时还能够保持空间站里的环境整洁。日常，航天员们也会整理空间站内的各类物资货包，保证太空之家的整洁。而目前，神十七乘组已经在轨度过了5个多月的时间，完成了多项任务。预计3名航天员将于4月底返回地面。